报员会在进行讨论事项之前，先处理变更议程之提议，并截止收案。我们依提案先后顺序处理。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两案，先进行第一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月民进党党团针对地球界第七会期第七次会议议程讨论事项，建议变更议程，立案顺序如下表：十六案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报员会，国民党党团、时代力量党团及亲民党党团均将儿少法案列为第一案，请问院会对于民进党党团之提案有没有异议？好，无异，本案照案通过。现在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月民进党党团拟请院会将委员吴思耀等十七人据《政府采购法》第十一条、第十条之一及第二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王定宇等十七人拟据《政府采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张亮万件等十八人拟据《政府采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申一方等十七人拟据《政府采购法》第四十八条及第四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郑宝清等十八人拟据《政府采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陈文博等十六人拟据《政府采购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王定宇等十八人拟据《政府采购法》第九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钟宏昭等二十一人拟据《政府采购法》第一百零一条及第一百零三条条文修正草案等办案，自交通委员会抽出进一步额度，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无异，本案照案通过。报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一案，将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因为方才院会已经通过，所以就不再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共十六案。报员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一案，将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因为方才院会已经通过，所以就不再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二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地球界第七会期第七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内容如下：以行政院函请审议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姚文智等二十人拟据《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吕森林等十八人拟据《国家机密保护法》增订第二十二条之一条文草案，委员刘世芳等十六人拟据《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罗志镇等二十人拟据《国家机密保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陈明文等十八人拟据《国家机密保护法》第二十六条条文修正草案等六案。二时代力量党团拟据《国家机密保护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及第三十四条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议？本案如果没有异议，是列为讨论事项第十七案。所以你们有异议，列为第十七案，你们有异议。好，有异议。好，那有异议，我们就进行表决。不，议程定，但是因为时代力量有在提讨论事项的提案，所以就要列为你们，就要列为你们的后面嘛，就是你们已经列了嘛，到你们知道这是留案，如果这个案进来就是十七案嘛。当然，所以我刚才不是讲过
如果列进来就十七案，因为民进党党团的已经通过一到十六案，那时代力量党团又有新的提案，哦，所以啊，如果没有异议，啊，那本案照案通过，顺序依序列为本次讨论事项第十七案，啊，好，啊，好，所以这个大家讲清楚会比较清楚啊。发言会，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三案，将监察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因为方才院会已经通过列为讨论事项第十六案，所以就不再处理。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四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七会期第七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内容如下：本院经济委员会报告并案审查委员黄文吉等十九人，委员周正敏等二十人分别拟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二十四人拟具矿业法修正草案，时代力量党团委员古拉斯尤丹卡等十七人，委员郑天才等十七人分别拟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肖美琴等二十三人拟具矿业法修正草案，亲民党党团委员苏振清等二十五人，委员陈丁飞等十七人分别拟具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陈怡等二十三人拟具矿业法增订第十六条之一及第七十二条之一条文草案，行政院函请审议矿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及委员尤美玉等十七人拟具矿业法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列为讨论事项第十八案有没有异议？有没有异议？好，那反对的话，我们就按铃七分钟，并分发表决卡，请按铃。
好，请问各位委员，有没有哪一位没有拿到表决卡？好，都没有问题，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4人，反对50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5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7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这另为讨论事项内容如下：行政院函请审议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郑丽君的35人凝聚集会游行法修正草案，委员陈立佩的23人，委员苏志芬的18人分别凝聚集会游行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的20人，委员陈明文等21人分别拟废止集会游行法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本案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18案，请问院会有异？好，反对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4人，反对49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6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7次院会建请变更议程，增列为讨论事项内容如下：行政院请审议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本院委员陈莹等16人拟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林淑芬等25人拟具医疗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刘建国等20人拟具医疗法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等4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列为本次讨论事项第18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一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5人，反对49人，弃权3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7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7次院会建行变更议程，增订为讨论事项内容如下：民进党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委员张立万建等19人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宣读完毕。请问院会针对本案列为本次讨论事项第18案有异？好，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6人，赞成4人，反对50人，弃权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8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7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缔结协议处理条例》草案案自内政委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4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9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7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增订第5条至3条文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一步阅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57人，赞成4人，反对53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十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七会期第7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4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1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七会期第7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公民投票法》增订第16条之一条文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请问院好。有一，我们就进行表决。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邱委员议营声明，对刚才所有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4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2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七会期第7次院会，拟请将本院委员徐永明等17人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0条之条文修正草案，自内政委员会抽出进覆二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4人，反对54人，弃权0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3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7次院会，拟请将本院委员施永明等17人拟具《台湾地区道路地区人民关系条例》第9条条文修正草案案，自内政委会抽出进一步阅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由于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5人，赞成4人，反对51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4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7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私立学校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自教育及文化委员会抽出进一步阅读，并与相关提案并案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由于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他可能没有签到。庄委员瑞雄、郭委员国文声明，对刚才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4人，反对52人，弃权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5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期第7次院会，拟请将徐永明等16人拟具《幼儿教育及教护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自教育及文化、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抽出进一步阅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
电，整天进是吧？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4人，反对52人，弃权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现在处理时代力量党团提议变更议程第16案，请议事人员宣读提议内容。本院时代力量党团针对第9届第7会及第7次院会，拟请将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中华民国刑法》增订第163条之1条文草案案，资司法及法制委员会抽出进覆额读，并由时代力量党团负责召集协商是否有当，敬请公决。宣读完毕。请问院会对本案有异？有异，我们就进行处理。针对本案，现有民进党党团及时代力量党团要求记名表决，现在开始，时间1分钟。表决结果：出席58人，赞成4人，反对52人，弃权2人，赞成者少数。本案不通过。法院会亲民党党团提议变更议程一案，将儿童及少年福利与权益保障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列为本次会议讨论事项第一案。因为方才院会已经通过，所以就不再处理。包院会上午会议进行到此为止，下午20:30继续开会进行讨论事项，现在休息。